是首都虽感受到伊斯兰基奥带来的污染境。第二年伊斯兰基奥变成70多个人，第三年300多个人，现在实际上30%多个人信仰伊斯兰教。你们知道不知道实际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哪一个？印度尼西亚，明白了吗？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伊斯兰国家。伊斯兰